我是机师甲洪少勤，我实习的公司是日阳科技。日阳科技是一间专门在做真空设备的公司。我在这公司所带的部门是 Scrubber 事业部的专案组，所做的工作是机台的结构设计，还有组装。Scrubber 事业部是日阳科技这几年所新创的部门，而 Scrubber 这种机台，则是专门在过滤晶圆制成时所产生出来的特气，还有粉末的。刚开始到日阳实习，我是抱着先到职场上看看，体验一下职场上真实的生活是怎么样。不过在实习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其实校外实习是让我们将我们在学校所上过的课及学过的专业知识展现在职场上的一个好机会。在这之前，我一直认为我们在学校所上过的课，到了职场上能用到的机会非常的少。但其实不然，在这半年实习后，我发现其实我们在学校所上过的课，所学过的专业知识，到了职场上有许多的地方都是用得到的。而日阳科技这间公司，并不会因为我们是实习生而让我们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有时候在小组会议的时候，我们实习生所提出来的意见也能适时的被采纳。所以我认为这是一间值得来实习的公司。如果未来有机会，学弟妹们也可以选择这间公司来实习。